现在视频中大家所看到的是一款吐司专用超声波刀切割设备，这款刀片的自振动频率可达19800赫兹每秒，振动幅度可达正负0.05微米，是目前来说切割吐司较好的超声波刀片，并且可以自由设定切割尺寸与片数。这款机器以后将广泛应用于各种面包吐司的自动化切割领域。